行了，存好了，我好像要喷了，然后这好像肥龙已经完成了，从肥龙开始，来让先肥龙来看，棒棒棒棒，哎，你们自己瞎，你们评论一下，不是我觉得这是自画像吗？我，所以我说我刚刚感觉像画像自己。对，好，还有哪一位认为自己的作品可以展示了？那个维嘉。我这是啥恶魔呀？这啥呀？画工不是很好，然后这个是他的身体，手脚脚。张帆满足了四不像。对你这画的是牛魔王，来吧，我们顺着推过去。那这个嘉伦，嗨，我这个，简单，创意牛这是。就是牛角，牛二零二一。 哎，曹老弟，凯丽姐不敢翻是吧？真的不敢。那你也留到最后好不好？留到最后吧。那接下来请我们那个郭向庸。郭向庸啊，我这个真是不是。哦，这个哦，这挺好看。看这写的什么？挺好看。这真是牛啊！你来自黑龙江，你确定不是齐齐哈尔的丹顶鹤吗？你们黑龙江的牛都长成那样是吧？看一下文倩，看一下文倩。哎呀，哇！ 能解读一下吗？这一撮是什么？头毛啊，头毛啊，头发，对，头发，这还有爱心，哎，然后还是害羞的，萌萌哒的牛，嗯，还有一个鼻环，还鼻环，对，最终亮相的是我们凯丽姐笔下的这一头牛，看看哎，长出来，长成，我得解啊。 那就是牛是四条腿啊！我说咱这兔脸吗？上驴还有点太空过来的。谁给凯丽姐这幅牛的作品解读一下？对，看谁能用语言给她解读的更完美。来吧，上面捋去，这也是考题啊。就是丈母娘画的是什么，她就是说是牛，就是牛，就是牛。OK，OK了，就是牛。凯丽画的牛不牛？牛。